一线。好，所有人预备。那个一二十在干嘛？预备。第二组后面手离开咯。开车。干嘛？我忘了说开始，开始。第六组第一名，第二名是第七，第三名是七六五，第四组，第四组第三，第七名，第七组第二。好，手放下。那个一二三组啊，你碰到对面的栏杆要折返哦，知道吗？好，第三回合预备。你后面的同学撞到栏杆，要跟前面说到了到了，向后转向后转，这是团队运动呼吸。啊，你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啊！好，预备，要有团队精神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第七组第一名，因为第四组后面有人双手离开肩膀了。好，手放下。有没有人要挑战第七组？有人要挑战第七组吗？有没有哪一组要挑战？第六组是不是？好，六七组预备，一到五组看六七组比赛啊 ，PK， 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因为第七组第三个人手离开了，啊，有没有人要挑战第六组？第七组等一下，有没有要挑战第六组？其他组别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是不是？好，手放下。好，注意，注意。这一堂课，所以教练呢让你们玩小游戏，希望下一学期如果有机会啊一样来上游泳课的时候呢，希望各位同学上课只要认真练习的时候，所有同学都会，那每一堂课最后教练都会拨一点时间让你们玩游戏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好。